这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天问一号首次火星探测，我国首颗太阳探测，是我国目前研制的最大航天器。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20:00，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虽然今天沪指午后出现拉升，但整体不能改变市场的弱势格局，而创业板指数更是创了一个阶段的新低。整体来看，整个市场在这个位置当中能不能更明确的有方向性的选择呢？好像似乎并不明确。还有就是在接下来的市场判断当中，我们应该关注哪些维度呢？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我们来看看今天三位嘉宾给出大家怎样的回答。三位嘉宾介绍给大家，分别是私募基金经理赵习，欢迎您，还有我们的资深市场人士吴文昶，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张秋，欢迎您。这一时段也欢迎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刚才也提到了，大盘全天是震荡分化，沪指午后拉升重回3200点，而创业板指数盘中创近3年的新低，两市成交8596亿，比上个交易日是放量了451亿。盘面上来看呢，大金融、中字头的个股午后异动，带动指数拉升，房地产、基建股逆势活跃，猪肉股展开反弹。那巨星农牧包括整体来看，在盘中呢都有不错的表现，而算力概念呢盘中也出现拉升。在下跌方面呢 ，AI 应用方向集体调整，教育、文化传媒、半导体、游戏等 TMT 行业跌幅居前。总体上呢，个股是跌多涨少，两市超过3100只个股出现下跌。北向资金今天的净买入达到29.52亿元，这就是今天整体的市场表现情况。赵习，前两次应该说对盘面的这个市场预判还是相对比较准确啊，那到了这个份儿上，市场的底摸清了吗？市场什么时候能够走得更明朗一些？我觉得目前呢，市场正处于纠结期。首先，如果从整个历史角维度来看，或者从估值角度来看，目前我认为整体市场价值已经初步体现。换句话说，在目前这个位置，虽然说我从3418当天开始看空到现在，但目前这个点位，如果你再想出于一种不确信的角度来砍仓，我是不支持、不赞同的。如果按照我以前的说法是建议大家把仓位控在五成以下，那么现在我倒觉得你可以考虑酌情加个半成到一成仓位，这是我总体对盘面的一种感觉和看法。那么你如果说所以我的观点就是市场价值已经显现，但是目前信心我觉得还要恢复，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我觉得可能需要新的看到新的亮点和新的希望。就像我上次说的一样，我的观点应该还会再延续一段时间，目前还没有让我从宏观角度或者从各种角度看到有能够改变我这个观点的一个信号。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大概率市场还会在一个相对的区间进行盘整。那么如果要您的偏大的机会或市场完全回暖，我觉得还需要再加以时日。你看刚才你说啊，底部正在探明当中，现在我们如果把底说得更明确一些，分类分得更细一点，有政策底，有情绪底，有市场底，那这三个底前前后后在目前市场磨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变化？我觉得是有变化的。首先呢，目前呢，为什么市场会表现相对低迷，而且成交量相对萎缩呢？一个就是下杀之后呢，市场本来觉得4月份的经济数据包括5月份的很多不尽如人意，那么我们等着等着管理层，等着央行的一个指引，但目前明显国家领导层它属于一种观望期，想收集更多的关于实体经济的数据来综合来决议决策，所以短期而言它属于政策的相对的真空期，所以这也是市场目前很难给出指引方向的。那么情绪面，我觉得从各个指标包括公募基金的发行，包括成交量，包括等一系列综合指标来看，目前整个情绪那面我觉得它正在临近冰点，所以目前这种情况下总体而言我认为价值初步体现，但是还不属于咱们的进攻期。
那其实顺着刚才这个赵希的结论，吴文长，现在大家可能看到更多的一些策略上提到的是说不要悲观了，但是现在在配置过程当中还要再等一等，似乎好像在操作上给出这样的结论，这个结论反映了现在市场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我们感觉全市场其实也是在降低预期，这个经济数据确实偏弱，尤其是大家看到比如说这两天的这个出口数据，其实三月份的出口数据是特别亮眼的，四月份已经有所回落了，而且四月份大家想想去年的四月份是一个基数比较差的一个月份，这个是有所回落的，相比三月份环比是有回落的，那这一次就厉害了，这一次这个差了16个点啊，应该说这个超预期的差，这个客观的也反映了海外的这种需求的一种萎缩还是比较明显的，这和海外的其他的一些数据是互相之间是可以印证的。那么这种经济数据的这样的一个疲软呢，其实对于本币也是有一定的压制作用的，然后进口数据呢也依然保持一个继续保持一个比较低迷的这种状态，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经济学这个会认为进口数据尤其中国的进口数据会被把它用来佐证内需减弱的一种指标，一种这个就验证性指标，所以这个如果国内需求相对偏弱，尤其是在这个上一季度这样的一个复苏性的一个报复性的这样的一个复苏这种就需求的这个恢复以后，其实现在又慢慢回归到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状态，一个冷静的一个状态，然后出口这一块呢又有一定的回落，那么这个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大家其实就比较好理解了啊。虽然我们依然韧性是很强的，相比于海外很多的这个经济体尤其是发达经济体来说我们情况已经比不错了，但是这个增速放缓甚至是有所回落，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后大家也看到了这个美元继续保持一个强势，这个一揽子货币基本上这个大家都不同程度的是有疲软的，人民币也是受到一定的影响，这个贬值的这个幅度应该说从当时我们认为说那这个升得这么快啊，这个出口不要了，当种状态应该说已经复苏的就是贬值的已经贬了不少了，这种预期其实并不强，因为大家看到下周就是美联储议息会议，以美国经济当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它继续加息的概率是偏小的，包括说从点阵图上我们也认为它继续加息概率比较小，那么它释放出来的对于其他货币的一种压力就会靴子落地，我们认为这种概率是比较大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我们认为对于这个国内包括我们的北向是有一个稳定的作用的，在连续出现了比较明显较长时间的回落，尤其是比如说中资投啊，比如说一些银行啊，这些和人民币关联都比较大的一些这个板块来说，我们认为在这个美联储会议落地以后基本上应该会迎来一次修复，迎来企稳，迎来修复，所以可能相比于这个之前四月份四月底五月份相对来说比较差的悲观的预期来说，可能我们现在开始要开始逐渐要等待它这个出手的机会，然后在这个时点上我们认为这个市场是甚至有可能会迎来一定的普反，但是相比于这个这批公司包括说之前的赛道股来说， AI 的这样的一个回落是比较明显的，我们上周也特地提到过了， AI 的这一波不少的公司创了新高，但是这一次创新高的不管是幅度力度坚决性其实都比第一波要差很多，第一波大量的是一个连板或者说是一个换手板很强，但是这一次大家看到板少，就涨停板少，带上影线的大阳线多，这同时其实表明的就是一种强和弱，第二过前高以后它的这种连续性没有这个上一轮过前高以后的这种连续性来的那么连贯那么强那么的持续的逼空，所以我们可能认为 AI 的这一块就是且行且珍惜，这个一定要小心它的这个再次回落，这个杀伤力会比第一次要更大。你是觉得有积极信号了，但是还是很弱。对，其他的有，但 AI 是有负面信号，而且很强。AI 我们一会儿再详细的再聊啊。那张秋总，这一段时间啊，大家看五月份是连续下跌，六月份以后啊，似乎走的并不是非常的明朗。本来认为六月份是能看清楚承上启下，能比较明了的一个月，但是到目前为止呢，刚才两位提到的，不管是汇率、利率、市场化的这个状态啊，好像现在还没有
新的一种变化，我相信可能是一种谋定而后动的可能性啊。但是从时间上有点模糊啊，现在大家觉得整个盘面走的就是比较纠结，就是在这儿可能我们不悲观了，底部区域这个结论是有了，但是让它起来还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动力呢？因为现在的市场显然它还是在寻底过程中，就上次两周前来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定调它是一个技术性的止跌，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市场就横盘了大概就是两周，就是大概七八个交易日左右，那现在又在一个寻底的过程中。整个情绪的话，刚才两位嘉宾也讲了，就是它整个市场的情绪，不管这个市场的参与者还是一些基金的这种参与者，它都处于一种接近冰点的状态。那实际上我们说这个市场到底它是什么样，什么东西在主导或者影响这个情绪呢？显然我认为它不是一个估值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蓝筹白马，我们不管从 PE 或者 PB 的角度来说，蓝筹白马股肯定是谈不上高估的，甚至是比较便宜的。这个在这个整个他们的这个历史上面，实际上这个估值分位数都处于比较低的，虽然这个位置也存在一些就是结构性的高估，包括我们看到这个人工智能的，包括一些半导体的一些股票，它存在结构性的高低，但整个市场来说它实际上是不谈不上这个泡沫或者高估的，甚至刚才说的是比较低的。那影响整个市场的情绪的主要，我认为它是一个宏观经济的数据及政策的预期。为什么我们讲，因为数据是给定的，我们看到的这个四月份五月份的这个数据已经公布出来了，那么实际上公布出来的时候，按照过去的说法，往往就是说数据不好你出来以后，我们叫做利空落定，反而市场应该往前走，应该就或者会反弹。但这个地方我们要加上一个政策的预期，就是对于目前当下比较疲弱的这个宏观经济，我们会采取怎么样的一个对策，就是不管货币还是财政还是一些产业政策，就是说整个市场现在实际上在等待这些政策，就是刚才说不管是谋定而后动也好，就是说整个投资人可能也进入了这种状态。因为我们如果说在这种位置低估值的位置仅仅谈低估值，仅仅谈这个高股息高分红率的话，它其实还是不够的。因为价值投资我们其实还要防一个什么，就要防一个就是价值陷阱。什么叫价值陷阱？我们就是说如果你是高分红高股息率，这个高分红高股息它可以在不增长的情况下面它是持续的，但是如果说整个宏观经济它没有企稳的话，整个产业和企业的经营层面大家会对未来产生一个担忧。所以我认为就需要整个宏观经济以及政策的预期，这个地方预期是非常重要，就是直白点说就是我们所说的信心，是这样子。其实你刚才解释了一个目前整个市场啊，它可能是在情绪和信心上还有不足的地方，所以呢在现在不要悲观，但是马上乐观也做不到。实际上在这个位置我们一直讲这个，我们是价值与成长双线在配置。那成长的话，我们今年看到就是说就是原来的这个新能源和光伏这一块，今年因为整个产业链有点就是瑕疵，大家其实配的比较少，它一直整个趋势往下走。那对于一些半导体或者人工智能，因为这个位置我们认为它的估值虽然它整个交易热度还在，它的估值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在成长这条线上在目前这个时间点是比较少的。那回到原来的我们说低估的央国企或者说金融，包括原来讲的中特估这个板块，我们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配置的。所以这个位置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如果说我们对于房地产政策的一些阶段性的就是一些局部的调整，或者说一些就是原来传统的这种刺激基建的这种政策，你一旦出来，就像今天盘面所反映的，其实仅仅是一个预期，它就会激起盘面的这种波动。为什么它会波动？因为它实在估值是比较低比较便宜的。那我们顺着张秋总的这个话题啊，我们继续来探讨一下。赵希，现在大金融大地产今天是轮番走强，估值是不是已经真的具有吸引力了？有人说今天动这些大的市值的个股啊是护盘，要把3200守住，这是一个态度，所以可能对目前的这种估值论包括分红啊等等的一些好像还没有看得太认真啊，只是觉得今天是有护盘的动作而已。你怎么看？这个市场传言3200点，如果一旦跌过3200点的话，会有神秘资金出手稳住3200，市场这种传言和希望的，我觉得像这种心态我都很好理解。但是我如果更鲜明的表达观点，首先第一个我就觉得，金融和地产在我眼里他们具有良好的防御属性，他们确实处于低估值。但是对于具体金融和地产我暂时不展开，我认为就是他们具有良好的防守属性，但是在当前在我眼里他们不具备它的进攻属性，
就它的条件不让它让它不具备进攻属性。所以我认为这种地产呢，如果说短期调整的非常到位，你觉得到位吗？我觉得目前这个点位我偏认可，但是我还是认为在目前这个点位它不具备上攻属性。说白了就是我觉得跟昨天的那个利率政策调存款利息调存款或者定期存款利率是有关系的。那么我觉得本来我觉得这个消息是个算比较大的利好，但是市场你看今天上午的盘面是它反而是一点反应没有，直接往下，反正午后之后反而会来了一点反应。所以我觉得这个市场反映目前市场的情况就是我认为它目前临近冰点，还没到冰点，但是我相信会到冰点。在总体而言，我说的从三幺四八我看空，我认为从宏观角度不支持它大幅上涨以来到现在，我依然是这么观点，然后我还没看到修正这个观点的一个经济信号或者经济数据的信号。所以我认为接下来我们比如会聊 AI， 我要说的补充说的一点 AI 就是我认为 AI 涨到目前这个位置，它进入一个三高时代。哪三高呢？高收益、高风险、高波动。像到目前这个位置之后，我认为首先我认为它还会存在一定机会，所以它首先它会呈现一个高巨幅波动的一种情况。那如果你对市场比较敏锐的短线做得好的，可能还能获得不菲的回报，但是我要告诉他的说他已经进入了高风险区。如果说我说现在临近冰点，接下来市场什么时候出现冰点呢？有可能就是在 AI 这批股票的带动下，在目前这批一上市公司大小非大股东减持潮的带动下，不排除 AI 什么时候出现一波大幅的补跌，那个时候才会迎来市场真正的冰点，那个时候才会迎来市场真正的底部。当然这是一种假设啊，是缺补跌的这一块，对的，高位的补跌。说白了现在市场还有一点人气，还有一点信心，那就主要是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股还目前还在阶段性的表现演绎，还带了一部分的投资机会，一点点赚钱效应，所以目前还是在维持这个情况。但是由于出于未来对于很多经济面的一些不确定性，我觉得大方向整个目前对实体方面目前还看不到特别乐观的态度，所以说这种情况演绎到后期不排除会引发 AI 公司一波大的补跌行情。所以我认为在目前位置，以前我一直从今年二月初我是很看好 AI 智能这个板块的，但到目前我觉得如果说你以前赚的够多的或者你咬到一口的，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定程度的落袋为安，这个时候不再是你积极获取绝对回报的一个好的时候。你是说还有的一跌，尤其是人工智能的这种补跌还没有完？我觉得是的。当然现在目前呈现的是分嘛，在人工智能当中分不分赛道，算力好一点还是说传媒好一点，还是不分？都不分。对，都存在这个问题。它其实从二月初到现在的人工智能演绎到现在，我认为各个子细的产业它挖掘相对充分。我天天也在挖呀挖，但是我没挖出新东西来。换句话说，如果当你挖不出新东西来的时候，大家发现最近的公告大小非轮流减持，轮流套现，有些那龙头剑桥爱股东都要抛光了，爱股东要抛光了，就在这种情况下总会迎来一个不预光预期下的一个冰点。所以我认为不排除在未来的一到两个月之内哪一天整体 AI， 所以我说不分，它可能会大家集体往下，那个时候可能整个市场一点赚钱都没有了，才会就是可能会迎来我认为的底部和冰点。那吴文昶对刚才赵习这个观点怎么看？他觉得市场的最终一跌啊，要跌在 AI 的这个补跌上。其实我们上周讨论过，就是关于如果我们当时没有特指 AI， 我们是影射 AI。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历史上一些级别较大的一些热点，它最后见顶的时候，往往具有的一些特征，我们上周其实谈了好几点。其实今天的话，我们回头来看 ，AI 里面就有昨天涨停、今天跌停的，这也是一个不是很好的现象。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像它这种。第二轮起来以后，部分品种新高，部分品种不新高，然后新高的品种犹犹豫豫，然后不新高的品种呢，前高附近成交量继续放出，这种其实是非常容易见顶的，我认为是非常容易见顶的。至于刚才这个赵总提到的关于这个补跌这件事情，其实我说实话啊，我认为它可能会有可能，不一定会那么来的那么猛烈，因为它有可能会被就是说其他的一些东西对冲掉。其实最近这段时间整个盘面赚钱效应是要比五月份要弱很多的啊，这个大家应该是看得比较明显的。这个弱其实表明什么呢？成交量的下滑其实表明了整个的交投的意愿、换手的意愿在减弱。这种时候这个不管板块也好，这个各种各样的各路的资金，说明它的整个的
这个积极追高啊，这个市场奖励无脑追高者，它的这种动因其实是非常小的。那这种就其实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上次我们提到的，就是当大量的天量资金在上面套着，当你的这个 AI 继续想往上推的时候，你的成交量不能伴随着有效放大，那就意味着其实换手是不充足的，它更多的可能是属于打一打回一回，打一打回一回。整体来说，如果我们把 AI 当中的各个细分的这个指数，细分的指数就是分支的这些指数拿出来比的话，大家看到其实大部分是不创新高的啊，只有个别两个创新高，其他是不创新高的。但是盘面依然很活跃，就像我们说的，它变成了内部轮动，就今天算力涨，然后其他的可能回一回，明天算力，就昨天算力涨得多了，今天算力多跌一点，然后可能比如说游戏传媒起来，那游戏传媒涨两天觉得不行，然后开始往下回的时候，哎，这个可能比如说液冷啊跟着接起来一点。那这种情况其实就是说明资金是无头苍蝇，它没有盯着某一块拼命的打出高度给其他腾出空间，没有，它其实还是在什么呢？去找没有这个就涨短期涨幅较小的，或者是说短期有过回调的，它反复在做轮动。这种其实就说明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你可以称之为它对于未来的热点、未来的高度去进行有益的尝试，但这种情况一旦持续的时间偏长，说明不成功，那它很快就久盘必跌。其实这和3400在上面成交量始终保持在12000左右，但始终无法突破，其实是异曲同工的啊。所以这个对 AI 这一块，我是持，就现在我应该说上周我还如果是暗示的话，那我就今天我觉得就明示，我觉得这个就是基本就到头了啊，是整体到头啊。那张秋总对 AI 这一块怎么看？因为这段时间大家发现市场能好起来，就是因为上周啊 AI 它的情绪起来了，反弹又要往这个反弹新高走了，大家才有信心的。实际上跟刚才我们讲的整个宏观经济的政策联系起来的话，就是说我一个观点，就是如果整个宏观经济的总量刺激政策、总量刺激没有出来的时候的话，就是说这个 AI 人工智能板块依然是交易最活跃的这个板块之一，应该说是其他板块挺少能够盖过它的风头。但这里面我们所讲的这个板块的流动性和板块的这个交易热度的话，并不等于说它每天都要创新高，即使它下跌，大家看到没有，实际上即使它下跌杀跌，它的量也是放出来的。因此我这里面认为依然就是大家还是可以关注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板块，不管是它涨跌，跌下来的话，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补跌，这个观点其实在我也是比较认同的。但是补跌完以后，大家不是说这个 AI 就抛弃掉，我认为它依然会在这里面，就是大家在做反弹，就像前面一两周所看到的一样。大家看到，实际上你如果想赚钱，其实还是在那个板块里面。因此在这种双高，我们说估值高、热度高的情况下面，它依然是一个交易比较好的地方。但是大家不要去追高，这个地方确实就是能够创新高的 AI 品种已经非常少了。对，大家对 AI 怎么看？也欢迎您通过抖音、快手还有微信平台告诉我们，我们做一个及时的互动，也算一个调查吧。啊，那赵琦，现在市场有一种说法，说强趋势、低拥挤度的个股可以做，就是市场现在比较难操作，但是要选强趋势、低拥挤，能给我们解释解释吧？首先认不认同这个观点？还有就是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强趋势、低拥挤？我不知道这个概念具体怎么理解，我觉得这理解存在有一点点差异。强趋势，那你这个趋势目前是行业景气趋势，还是股价走势的上升趋势？就这个，我觉得要确定清楚。我觉得你有悖论的地方，但是我很认同它后面一句话：低拥挤。对，那么低拥挤度，如果说做投资分两种，一种是那我做主题投资。我就为了获得比较高的绝对回报，我老是自己跟着资金流向走，跟着主题热点赛道走，这是一种方式。如果说你做的是一种偏中长期逻辑和投资，经常去研究低拥挤度的比较好的行业和板块，比如说消费，我认为在这个目前是没有谁看好消费的股票，整个公募基金的持仓配置比例也基本上处于历史偏低水平。那么这个情况下你去研究，我觉得你如果目光长远的话，我相信你成功就是大概的事情。你能，也许你能获得比较高的绝对回报也不一定，但是你的目光肯定是长远的。你不能说我马上在一个月、三个月这里获得比较高的回报，那明显，那它从冷到热还需要时间，需要过程。所以我觉得我很认同后面后半句话的一个情况，就前半句那个强趋势、
低拥挤度，那个强需是怎么定义，我肯定还要再了解更多一点。嗯，也就是对低拥挤这一块你是非常赞同。对的，非常赞同的。这是一种做投资的常见眼光。印证巴菲特那句话，就是别人恐惧的时候那我贪婪，所以印证的是后半句话。我认为那我们知道本月的18号，也就是下周日呢，我们的公司与行业的线下见面会呢就邀请您来做嘉宾啊。那主题呢是未来的宏观经济分析、股市研判和投资机会啊。今天正好呢您也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了啊，到时候给大家带点什么样的干货呢？这一段时间大家觉得行情还挺压抑的啊，跟大家是不是要疏解疏解这个心结，同时呢也要谈谈你这么多年来的一些投资感悟。是的，我也觉得我也很激动，也比较荣幸，比较期待的。第一次啊，对，那个6月18号能和大家一块线下见面，然后大家畅谈投资，畅谈投资理念、投资方法，包括我们未来的投资机会。那么，我认为我接下来在会议上可能会大家比较欢畅愉快的进行交流，我也会拿出自己平生所学吧。那个首先怎么说呢？那么交流的主要内容是我们会有怎么理解当前的中国经济和当前的中国股市。那么未来的中国宏观经济或者股市，它会大概率会什么演绎？目前市场是处于冰点，处于偏一种偏冷的状况。但当符合什么条件，出现什么信号的时候，会值得我们迎来比我们投资的良好的时机或时刻。那么这是一块。还有第三块，就是我会描述一下未来哪些行业在1到3年内能够实现高景气的。换句话说，我会跟大家一起交流我看好的未来1到3年高增长的景气行业，细分子行业，自下而上一点。那么第四个就是交易方法的我们一个探讨，如何挖掘中长线可能的牛股。那我会把我自己的一些比较系统的操作方法和研究方法跟大家做个交流和分享。嗯，也就是比较有实战性、实操性啊。对的，对。最后一条我会给出未来一年，我们以一年为维度，未来一年哪些机会是值得我们去认真观察和把握的投资机会和一个资产配置建议的一个策略。嗯，其实您刚才说的时候，我对您说的未来哪些行业啊，在未来3年当中啊，有更高的景气度，我对这个挺感兴趣的。能在这儿透露一二吗？能在我们节目透露一二吗？好的，其实在节目上呢，大家稍微关注中药的一个行业的股票的话，那么其实我是比较早看好中药行业的，结果它也不负众望。那么如果说未来景气度比较高的细分子行业，那么其实我可以抛砖引玉的简单点几个。事实上未来还有好多细分子行业，它的增量情况是非常稳定的，它有属于新光，就是新能源这一块和新能源汽车这一块的细分子行业。比如说充电桩，目前这个趋势全国在各地都在建，但是由于充电桩的门槛入门比较低，你如果直接去买充电桩的股票可不一定如意哦，你要从不同的思考去受益。就相当于我不一定要投资那个去淘金的人，我可能去投资那个卖铲子的人。当然，所以说这里面有一个细分子弹的行业，我们觉得今年会孕育比较大的一个机会。另外，关于消费行业，在人均 GDP 由5000美金到10000美金，未来我们中国人均 GDP 从10000美金往20000美金走的过程当中，会有哪些消费的细分子行业会获得一个高成长？是属于由于收入决定的和人文消费观念决定的，包括目前短视频直播带货非常火，非常火爆。为了哪些细分子行业能获得很好的一个投资回报？那么我会在里面主要的和大家推荐，会有5个未来1到3年高增长的细分子行业，希望能和现场的朋友们一起交流。嗯，这个活动呢是在6月18号啊，也就是下周日，我们的线下活动将请赵希和大家一起来面对面的进行交流。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13661948045，13661948045，来了解更多的具体情况。好了，稍事休息，一会儿呢，我们和大家聚焦一下养猪行业猪周期，一会儿见。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九方智投提醒您收看《公司与行业》。掐指一算，今日要抛一台股，今日一开盘，莫要动啊！能用成股神，还是要靠学习的精神。听我的！九方智投，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很多投资者都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学会了很多的技术指标和形态分析还是挣不到钱，总是风险跑不了，盈利拿不住，一买就跌，一卖就涨。出现这样的问题主要是综合专业能力不足，大多数个人投资者都是这样做股票的，看技术指标，看 K 线图，看成交量等，
常常容易纠结于某一个点，看到形态走好就买入，走坏就卖出。炒股凭借个人经验和感觉居多，没有深层次的去思考背后的逻辑。想要股票做得好，就需要有一套专业的体系去支撑你的操作计划。基于这样一个初衷，我们推出了这套立体操盘交易体系，让更多的投资者可以从中学习受益。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可以领取立体操盘交易体系。如果你还在追涨杀跌，炒股还毫无头绪，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立即领取立体操盘交易体系。选不到龙头，抓不住趋势，一轮热点板块走完大半，才发现自己错过了上车机会。其实投资哪有什么天赋异禀，靠的都是天道酬勤。不过一旦努力错方向，很可能也会浪费大把的时间。这套趋势群龙五大战法是我们经过多年的积淀总结出来的实用技巧，有了它，或许可以让你在投资路上少走弯路。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这套趋势群龙五大战法，它将通过简单易懂的案例帮您捋清投资思路，如何认清底部形态，怎样寻找黄金买点，准确辨别主力起盘，分时做差价，逃顶不贪心。五大战法帮您提供炒股思路，记住啊，学什么都不如学方法，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学习趋势群龙五大战法，让您的投资更简单，选股更轻松。岁月不败风华，经典历久弥新。老凤祥，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九方智投提醒您收看《公司与行业》。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养殖板块。那吴文长，养殖板块今天在盘中拉升，像巨星农牧啊，我们看到还有其他的一些温室、新五凤都有不错的表现，唐人神、唐人股份等等啊。那我们说在这个点上我们怎么来看猪周期，因为有一些券商机构已经提到了2023年一到四月份的它的整个环比的这个出栏是有所下降的，所以对能繁的整体收缩还有进一步提升库存是挺有帮助的。对下面整个这个周期来看，是不是已经迎来拐点，我们怎么看？首先第一个观点，我希望大家首先要明白，基本上你看到猪价在提升的时候，只要不是特别大的周期，比如说前几年那种超级周期，当你看到猪价开始明显反弹的时候，大概率股价至少得提前三个月以上股价已经动了。机构动猪的股票，养殖猪的股票，包括鸡的股票，它并不是看猪价的，它会是从比如说前端的能繁母猪的一个数量情况，二次育肥的一个猪的一个均重，然后宰猪数，通过这些数据先行指标，它来去判断未来一段时间。比如说能繁一般影响3到4个月，宰猪3到6个月啊，这个啊不，宰猪是6个月。那么基本上你就是知道，其实他们是通过这些先行指标，然后跟踪，只要高频数据一旦发生变化，他们马上先会把股价打起来。如果数据比如说在验证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宰猪它是现在就现在这个时点，宰猪的价格是非常坚挺的，也就是说市场其实预期半年或者半年以内，猪价是有望企稳甚至反弹的，所以宰猪的现在的价格是比较坚挺的，但能繁依然偏弱。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假设啊，因为你要相信，不管是能繁也好，宰猪也好，它现在出来的这个价格，它还是一个市场化的，带上情绪的，所以它本身是一个市场化出来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比较真实的，这个结果不一定对，但是市场会在动态的，比如说现在是六月份，等到了八月份，大家再看一下。如果到了八月份能繁也发生变化了，而宰猪的价格不仅坚挺而且还有所提升，那么到年底比如说10、11、12这些月份的时候，猪价的这个反应就会比较强烈，那么一般情况下股价已经动了。所以大家明白这种其实它也是在动态调整的。现在如果以前面的这个先行数据来说，我们暂时只能说判断预计到年底，
猪价是能企稳，或者至少四季度预价猪价是能够这个有所企稳有所反弹的。而且如果从这个周期品的不管是有色金属化工能化品还是从猪周期上来说，强周期的品种一般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当产成品的价格长期在成本线以下，就要看龙头企业的一个成本情况，因为龙头一般它的成本是最低的，如果市场平均水平在这个龙头企业的成本之下，它的时间不会特别久，或者幅度不会特别大。也就是说这个现在大家看到牧原现在大概价格是在8块钱以内啊，7块5、7块6、7块7、7块8这个样子。那么现在这个偏瘦肉的这个猪的均价应该是每公斤14块多，那也就是7块5不到。那也就是说现在连可能就是说比如说5月份出了得有接近600万头猪的牧原的成本都比现在的这个价格要高，也就是它也是亏损的。那后面的包括温室新希望这些200多万头100多万头，那么这个肯定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别人可能在8块钱或者8块钱以上。那这种情况下龙头摁在成本以下，要么就是穿下去幅度大，是由于事件穿下去幅度大但时间短，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就像现在这种样子有点温水煮青蛙，就是因为整个经济的是一个比较弱的一个阶段，现在又是天热的时候，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周期呢都对于猪价的反弹不是特别有利的情况，那么这种把龙头企业的成本都摁在成本以下的这种情况时间不短了，应该说已经不短了，那它的幅度就不会很大，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价格其实再要大的波动已经很难了。现在其实无非就等待什么呢，就是去化。我认为契机其实是外部因素或者说时间等的是散养的个体户它的退出，因为不挣钱大家知道时间长了以后这种，因为这个大家知道猪到目前为止它集中度还是比较低的啊，这个你别看这个牧原现在这么厉害啊，这个扩张这么厉害也就是没几个百分点占市占率，所以整个还是比较散的，这个农户的这种个人养的这些猪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这种去化呢是需要时间。还有一种呢就是一些事件一些情况让它加速在供给端出现变化，那么这种也有可能加速一个猪周期。目前来看市场的主流的观点是年底之前猪价应该能起来，而如果是我来说的，如果从我的角度上来说，以目前观察到的数据，我认为现在这个地方动是有人抢先手，但是他其实并不一定有把握，他只是觉得再下去的概率不大了，边际已经在放缓了，那这个地方我觉得可能不一定会反弹得很高，但是它不一定再会就是怎么去跌了。如果等到现在是6月份，如果等到比如说7、8月份这种情况依然保持下去，我认为如果前端的高频数据一发生变化马上就会出现大的反弹那其实我建议大家注意这个周期。对，我们看到6月这个整体这个均价还是比较低迷，所以您刚才说了有人可能是在尝试着已经在做布局，对，他并没有到了他快速的改变没错拐点的这个时间段。能繁和猪仔这个目前是没有看到变化的。那张秋对这一块关注了吗？养殖业我们说的更广一点，猪家禽我们都说的更广一点好吗？关猪这块我补充一点啊，就是原来我研究过一张图表，就是养特别猪这块它从价格的低点到下一个低点大概是4年半到5年的时间，基本就是这个周期到了吗？上一次的低点是2019年2月份，所以2021年的时候其实我也做过一次节目，就是当时因为猪价反弹了，反弹完就是说大家认为是不是这一把就是提早周期来的，所以我按照这个时间来判断呢，认为就是仅仅是反弹还没到。那么如果说我们加上4年半的时间，2019年2月份加4年半就是现在8月份第一个时间窗口就来了，那么第二个时间窗口就是说它要加5年的话，那么要等到2024年的2月份。刚才这个吴老师说他会提早3个月来反映这个行情，就股票会提早3个月来反映这个行情，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就现在的情况供需都跟上一轮都不一样，上一轮的时候其实集团化规模化资本化的养殖其实是大大比这次弱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讲的这个规模化集团化和资本化，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说
抗打能力、抗亏损能力，现在是比上一轮大大增强的。所以大家会想，这一轮都亏这么厉害，已经深度亏损五六个月了，他为什么能扛？因为资本化能扛。为什么他愿意去扛呢？上一轮牧原、上一轮这个温室的这个一年100亿、200亿的净利润，给大家印象太深刻了。所以现在这个就是深度亏损五个月、六个月以后，就是要等到就是连着集团化的，因为现在已经开始上市公司开始公告，就是说他要减少，就是明年或者现在的这个就投放，就这个动作在前面一直都没有的。前面一直大家都认为这周期要来了，所以每个人都在预期这周期，大家都不会做退出的这个动作，所以是这样子的。那么鸡和鸭的周期实际上跟猪它又是不一样的，但是这里面就是说，其实不管鸡鸭还是猪，其实都受制于一个什么，还是讲到一个需求的问题。因为整个宏观经济挪的话，我们说包括现在进入夏天，夏天是什么？就夏天一消费欲望，我们说吃肉的欲望会降低。第二个，学生放假。因为其实大中小学的食堂里面吃这个肉，鸭肉、猪肉、鸡肉，其实它是消费量很大的。那么这个时间点其实短期是不利于这个猪包括鸡这些价格的反弹的。我们看到一些券商机构提到，如果在生猪方面呢，个股呢还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些啊，温氏、牧原股份，还有巨星农牧、唐人神，包括这个新五峰。对，这里面其实就刚才点了这个四家五家公司，其实就是两类公司，一类就是牧原、温氏这种，就是原来就是规模化的，它已经就是经历过大规模养殖；还有一类就是它的整个养殖成本低于刚才说每斤8块钱，一公斤大概16块钱的这些有这个就是成本优势的。第二点，光有成本优势还不够，我们看到有成本优势的，今年其实也有公司都快 ST 掉了，它还要能有成本优势，它还要能够按照它的规划去投放，就它的产能能出来，就是说有的公司就属于就是说它一开始成本控制得很好，等到就是猪价起来的时候，它发现它没有猪，它手上没有猪，那你这钱也赚不到。所以成本加上你的规模化的这个养殖能够顺利推动，这个标的才是可以的。那刚才我们也跟大家重点的聊到了今天在盘面当中异军突起的养殖啊，尤其是猪行、猪周期，供大家来参考。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是我们的互动环节，也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把您要咨询的问题通过抖音、快手、微信平台发送给我们，我们一会儿和大家继续聊。很多投资者都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学会了很多的技术指标和形态分析还是挣不到钱，总是风险跑不了，盈利拿不住，一买就跌，一卖就涨。出现这样的问题主要是综合专业能力不足，大多数个人投资者都是这样做股票的，看技术指标，看 K 线图，看成交量等，常常容易纠结于某一个点，看到形态走好就买入，走坏就卖出。炒股凭借个人经验和感觉居多，没有深层次的去思考背后的逻辑。想要股票做得好，就需要有一套专业的体系去支撑你的操作计划。基于这样一个初衷，我们推出了这套立体操盘交易体系，让更多的投资者可以从中学习受益。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可以领取立体操盘交易体系。如果你还在追涨杀跌，炒股还毫无头绪，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立即领取立体操盘交易体系。岁月不败风华，经典历久弥新。老凤祥，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来看一下我们在互动当中大家问到的问题啊。那文场有人又问到军工啊，军工说最近有没有一些机会？因为在市场当中多次啊对军工寄予厚望，但是整体走势呢总是不温不火。那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一些投资情况？这个军工这个前几年已经被归入赛道了嘛，这个确实爆发力还挺强的，尤其前两年啊，但是前两年呢累积了
超高的基数，这种基数决定了后面的一年或者一年多的时间，在这么高的基数下再有特别高速的成长是很难的。甚至曾经大家一度认为这个军工退去了这个贝塔啊，这个身上开始兼具阿尔法的这样的属性了，因为这个增速可以维持这个六个季度甚至个别公司八个季度的这样的一个高速成长，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比较罕见的。那么经过基本上一年多左右的消化呢，大家看到很多的军工企业其实已经逐渐逐渐的这个增速回归到一个正常的均值了。所以有一点我是要提醒大家的，现在说军工说的最多的，大家都喜欢说的就是已经进入了历史上估值的一个很低的百分位。其实大家要想一下，这个它就像周期一样的，当为什么会有周期，它的这个买在这个净值，买在 PE 高的时候，卖在 PE 低的时候，是因为 PE 低的时候一定是它最景气的时候，未来短期之内无法复制，它会进入一个不景气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低估值是一个伪价值。其实军工也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所谓的现在低 PE 估值是因为前两年的高景气，而前两年的高景气是在2018-2019年军改之后，这个大量的军装装备置换停滞，限于停滞这种情况出来的高增长，也就是说它人为的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几倍的一个周期，这种周期无法复制，短期之内无法复制，所以所谓现在的这个 TP 啊，这个低的这个 PE 其实没有用的。那经过一段时间消化，当 PE 回归到均值以后，那么未来我们认为三大这个比较感兴趣。过去大家知道，我们一直谈的是上中下游，是一个订单爆发以后收入利润传导的一个过程，这个应该说经历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过程。现在的话呢，我们更多的可能还是从行业的细分去进行一个去看啊，分别是大飞机、无人机和军贸，我们认为这三块是方向，是这个比较容易出牛股的。因为增速回归完了以后，在现在这个阶段呢，其实大家应该是在当中沉下去，大的、小的、中的，大的用来判断订单，用通过它的合同负债去判断订单，然后呢找当中细分的景气行业，然后这个中小的去找贝塔，就找这个高增速可能出现的高增速啊，这个我觉得军工可能接下来就是这三条线。然后我对于之前说的民船这一块，就船舶这一块，由于有大量的民船的订单，所以我依然保持不看好啊。那也给这几位朋友啊，确实也提到了中船啊，也提到了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个股啊，供大家来参考啊。来看看，有人还问到这个机器人板块怎么看，因为机器人最近也有不少新的消息在市场当中流传啊，广为流传。那问问赵熙对机器人怎么看？我先说结论吧。嗯，四个字，坚决看好。啊，首先就是本来机器人的去年我们大家知道，马斯克的人形机器人亮相开始，市场对于比较大的期望，所以去年机器人是属于第一波上涨。后来由于到了九月份，马斯克的机器人表现的预期跟大家想象的还是有差距的，就是它不尽如人意，所以出来进了一个修整。但是今年随着人工智能这一块吃了 GDP 之后，又赋予了机器人新的赋能。而且实际上的情况是什么？实际上换句话说，目前工业机器人你不用过度的去研究，因为由于它的技术含量不高或者利润不高、毕率不高，造成总体市场的总体空间不是很大的。虽然它目前也属于高景气度啊，未来最大的亮点还是在人形机器人。大家可能看到最近有一个小股票刚刚转北交所的，就最近三个月翻了三倍，两个多月吧，翻了三倍多。然后就是现在人形机器人的未来大逻辑，它的整个利润度、科技含量和市场规模是非常大的。换句话说，人家做的假设是，也许十年之后，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个小助理，人形机器人小助理。那想想大家可以，这个饼不用别人去画，老子一想，我觉得未来的空间是非常大的。所以目前技术正处于人形机器人由研发，接下来从研发到量产还需要一点过程，所以目前最是最朦胧的时候。而且实际上未来有很多行业也会陷入到高增长的一个实际情况。其实这样是我未来会在6月18日的课程里面跟大家沟通的一个重要的细分子行业，比如说哪些技术应用将来会在人形机器人里面应用最关键，哪些技术会占有最高的成本空间，会这个市场空间会最巨大，利润空间比较大，那也是这些细分子赛道，我认为它可能会在未来经济周期里面它能够相对的一个能够实现
高景气增长，或者说穿越周期的增长。嗯，刚才有人问说，您不是看人工智能补跌吗？为什么还看好机器人？这个不矛盾。首先大家要明白，目前整个我们说 AI 这一块，但目前很多公司，无论它以前的大模型算力公司，还是从事光模块这一块的，还是从事液能这一块的，实际上目前很多公司，它目前在一段不算很长的时间内，它大多数都处于一种概念的形态居多。它未来是否能够像新能源一样实现体现在每股收益以后业绩上，我觉得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在概念居多的过程当中，它如果出现涨多的时候的一波回调，杀伤力其实是非常惊人的。所以我觉得目前整个市场的环境应该，我认为继续 AI 这块继续往上大攻的概率，我认为是小概率事情。就像当初中特估涨破3418，我认为它继续往上上攻，在目前这种宏观背景下继续上攻属于小概率事情的一样的。所以我总体认为，未来如果说国内能出台好良好的稳预期稳增长的政策，那么它可能是他们会是人气 AI 这块继续涨多了，它可能会出现一个软着陆。如果说在目前还处于这种观望期，最近是什么情况？最近是一篇小作文能够影响大盘的一个情况，一篇小作文能够影响整个行业的上涨和下跌的情况，有这种个别现象。对，所以我认为，如果回到 AI 那一块的话，我觉得人形机器人这一块，你是坚决看好。对的，当然不是说你它任何时间都会一直表现好，那么可能随着研发的进度或者随着哪些事情运的节奏，就是它只要在市场当中有新的消息，市场就会给它一个估值，新的估值。对的，我只是大家重点研究，阶段性的不断参与。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明日前瞻，我们一会儿见。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九方智投提醒您收看《公司与行业》。股票太难了，赚到哪只买哪只，涨点吧，涨点吧，割不割？炒股怎能靠运气？自己有实力，炒股更理性。九方智投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九方智投提醒您收看《公司与行业》。好，欢迎回来。那明日前瞻，有人问了啊，说明天有个新股，每股收益是-0.73元，净资产0.11，发行价37.88元，一季度营收10万块，啊，明天还打不打？张老师，我们现在打新股的话，基本就会看一下它的那个 PE， 就是因为虽然也有一些这个没有利润的公司也不错，但是我们现在很机械的操作，就是 PE 大概就低于30倍，或者它有个行业比较的，它就是高于大概就是多少，我基本就不打了。所以像这种亏损的，我基本是不会去打的。那其实对明天整个市场的这个整个市场，我现在是认为它是一个在寻底过程中，但是这个位置全技术看，包括从我们说这些蓝筹白马的估值角度看，虽然有的人会认为这些东西它这个效果不是很明显，但是我依然认为这个地方往下走的空间其实并不大的，但是呢往上走还是需要预期，我一直非常强调预期，政策的预期以及政策最后才是一个数据。其实刚才像这个赵希提说，整个市场它要跌出眉目来啊，跌出最后一跌来，要有 AI 的这些个股补跌，这个观点。但实际上 AI 的补跌，我们说跟其他股票的这个提前处理它是不矛盾的。就像今天我们看到一些地产股、银行股，因为特别银行股，我实际上前面是一直坚决看好银行股，光从这个我们说高股息率来说，但是现在实际上就是没有原来那么看好，为什么？还是把它跟宏观经济相挂钩的。我刚才说高分红高股息，它要有可持续性，这个持续性是由宏观经济整个环境给它。好的，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九方智投提供的投资者教育小短片。这是金叉看多，这是死叉看空，这是阻力位，要小心了。这是什么玩意儿？好厉害的样子。这就是均线，指的是当天往前推相应时间的平均价格。MA5指的就是5天内的，MA10就是10天内的了。这就能算股啊？这是技术指标，可不是什么算命。
简单来说，均线组成的各种形态代表了不同的市场预期，比如这是金叉就代表了看多，反过来变成死叉就成了看空。配合 K 线的时候还能判断它的压力位和阻力位。学会这个我岂不是无敌了？哎，所有的技术指标都是我们做决策的依据之一，我们还要综合考虑企业的发展潜力、市场情绪等等。家人们要是看懂这个，谁还找我算股啊？九方智投提醒您，掌握交易规则，控制风险，做理性投资人。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公司与行业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赵习，还有吴文昶，还有张秋。那稍后为您送出的是财经变形线，我们明晚再见。白天受伤了，晚上吃点东西弥补一下。从物质的消费，沿着精神的需求，它是对我全时段的一个赋能。这是一个关于他的传奇，北京时间12点整，我要想做一件事情，我是会奋不顾身。苍茫的土地上孕育生命的希望，每一个他都在科学的春天里破土而出，向阳生长。每一个他头顶苍穹，脚踏实地，每一个他攻坚克难，百折无悔，心系火船，代代相承，春风化雨，生生不息。船舶推进技术，我们做了10年的投机人员堆，面对的是我们的这个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我主要从事的是网络安全的研究，城市轨道交通、地铁设计。每一次卫星发射任务能够圆满完成，这也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耀。我经常带着孩子仰望星空的时候，我又会对他说，天上有12颗星，是妈妈曾经参与研制的。探索没有知道的世界，就是科学，就叫敬畏责任。每一个值得尊敬的他，都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守护人类前行的未来。看手机，你在等谁消息啊？让我看看。小白，等会儿，等会儿。你又在炒股？你又在炒股？我这之前投了这么多钱进去，我不得好好研究一下。哎，你成天盯着看有什么用？你快点把手机给我。啊，你看，这是什么？
这个是烽火战法，你这个指标专门提示进场加仓的参考信号，那火炬提示进场，火堆呢就提示加仓。然后你看这个，注意看指标啊，你这支票啊，这边第一次提示进场，那几天后呢又提示加仓，哎，信号都是当天发出的，是不是很有启发呢？哎呀，真是，确实比我自己盯着方便很多。哎，你这是哪里看到的？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领了。屏幕前的股友们，你们也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烽火战法，看看自己手里的股票吧。